盆景是我国园林技艺中的一支风格独特的艺术奇葩。它是一种浓缩的山水风光。制作盆景不仅可以美化环境、改善生活，还能够陶冶情操，促进人民的身体健康。我国的盆景按照取材和创作过程的不同，可以分为树桩盆景和山水盆景两大类。下面的节目里，我们主要介绍树桩盆景的制作与养护知识。制作树桩盆景的植物材料要选择树姿优美、根干奇特、株矮叶小、花朵艳丽、枝叶翠秀、寿命长、耐修剪、容易造型、萌发力强、上盆容易活的树种。罗汉松是四季常绿的观叶树种，六月雪是观花的树种，贴梗海棠和金蛋子既能观花又能观果，它们本身就风姿绰约，是比较理想的植物材料，经过艺术造型以后，观赏价值更高。下面我们就分别介绍一下以它们为植物材料制作盆景的方法。罗汉松盆景的制作与养护。罗汉松又称土杉，属罗汉松科常绿小乔木，树皮灰褐色，有鳞片状裂纹，主干直立，小枝平展密生，叶条状披针形，呈螺旋状互生，表面浓绿色，背面黄绿色或灰绿色，花期四至五个月，种子呈头形，种托像袈裟，整个形状像披袈裟的罗汉，所以叫罗汉松。罗汉松的变种叫小叶罗汉松，又称雀舌松，长度仅两厘米左右，植株呈灌木状，更适合制作盆景。罗汉松是亚热带树种，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省区，喜欢温暖湿润的生长环境，较寒地区只可做盆栽。它适合生长的土壤是肥沃、疏松、排水良好、微酸性的沙质壤土。盆景的制作。一、取材。罗汉松盆景的取材通常以人工繁殖为主，一般在播种小苗一年后培育成大苗，再移植供盆景造型使用。二、上盆。罗汉松盆景姿态苍古秀雅，常用紫砂陶盆或釉陶盆，盆形随树形而定，悬崖式造型用高深铅筒盆，斜干式、卧干式造型用中深长方盆或椭圆盆，提根式、覆石式造型用较浅的盆钵。盆土使用肥沃湿润、质地疏松、微酸性的沙质壤土，在盆底放上一块瓦片，以利于透水。栽植上盆时间应在春季萌芽前较好。大苗上盆时最好带点素土，并剪除枯根和过长的根系，使须根能在盆土中舒展开来。将土压实并与根系紧密接触，以利于罗汉松的生长与成活。三、造型。罗汉松上盆造型以攀扎为主，并适当结合修剪。攀扎适合在休眠期进行，用棕丝做扎绳，做到棕不露外，主干盘曲，枝条球曲，姿态自然。小枝叶修剪成层片状或半球状，
分层参差有致。罗汉松枝条柔软，容易攀扎，而且耐修剪，特别是小叶罗汉松枝密叶小，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加工。现在为了造型方便，也可以采用金属丝攀扎，等到成型以后要及时拆除棕丝或金属丝，以免掐丝。罗汉松可塑性很大，可以加工成多种塑形，如躯干式、斜干式、卧干式、悬崖式及提根式等。枝叶通过剪扎可以制作成云片式或馒头式，姿态苍古秀雅。四、养护管理。罗汉松耐阴湿，生长期要经常浇水，但不能渍水，夏季要常喷叶面水，使叶面鲜绿，生长良好。成型的罗汉松盆景不宜多施肥，春季适当施一至两次稀薄肥水，秋季停止施肥，以免萌发秋芽，对越冬不利。罗汉松可常年进行修剪，主要剪去长枝并枯枝，以保持优美的树形。开花时最好及时将花蕾摘去，以免结果消耗养分，影响生长势。罗汉松每两至三年应翻盆一次，翻盆在三至四月进行较好。每次翻盆要换去二分之一的旧土，并剪去枯根，将须根舒展开。如果植株增大，应换以较大的盆钵。此外，还可以结合翻盆逐步提根，赋以山石，塑造提根式或覆石式盆景。罗汉松盆景树姿葱翠秀雅，苍古矫健，叶色四季鲜绿，有清新高洁之感。罗汉松赋予山石，制作成鹰爪抱石的造型，则显得苍劲古朴，风格别致。罗汉松与竹石组景也极具雅致。丛林式罗汉松盆景如果配以放牧景物，可给人以野趣的享受。罗汉松盆景如果培养方法得当，可以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而长盛不衰。六月雪盆景的制作与养护。六月雪又称白马谷、满天星，属茜草科常绿或半常绿矮小灌木，因为它在阴历六月开小白花，矮然满枝，洁白如玉，故而得名。它分枝多而密集，嫩枝有微毛，单叶对生或簇生于短枝，长椭圆形，花朵一般单生或数朵簇生，呈白色或淡粉紫色。常见的六月雪品种有金边六月雪、重瓣六月雪、樱木、重瓣樱木等。六月雪产于我国东南部和中部各省区，在园林中广泛栽培和用作盆景材料。六月雪性喜阴湿，多生长在溪边、林下、灌木丛中，喜温暖气候，不耐严寒。在向阳而干燥的地方栽培，生长不良。它对土壤要求不严，中性、微酸性土壤均能适应。六月雪的萌芽力、萌叶力都很强，耐修剪，树干苍润，枝条柔韧，根系发达，非常适合制作盆景。盆景的制作：一、取材。分株繁殖在春季三月进行，将根部萌叶的植株连根崛起，用利刀分割开，带根分栽就可以了。六月雪野生桩材资源丰富，可选取根茎粗壮的老桩头，于春季三月崛起后，栽植于阴湿肥沃、疏松透气的土壤中培养，
待根系恢复生长，枝叶茂盛的时候再移入盆中。二、上盆。六月雪可选用较浅的长方形或椭圆形的紫砂陶盆或釉陶盆，颜色最好深一些，盆的大小深浅应根据选材而定。培养土要求是富含有机质、排水良好的微酸型壤土，可选用腐叶土或晒干冻松的糖泥土。三、造型。六月雪的造型方法是剪扎结合，主要干枝适合攀扎，其余侧枝采取修剪整形。攀扎采用纤丝和棕丝都可以，但最好用棕丝。攀扎弯曲时不要损伤枝条及树皮。主干造型可选用斜干式、曲干式、悬崖式、丛林式，也可将树桩做提根处理，造成提根式。六月雪枝叶横展，适合加工成朵云状，但不必太规整，注意要疏密得当，错落有致。六月雪还可以制作成覆石式盆景，扎根石缝，悬根露爪，盘根错节，苍古奇特，颇有自然妙趣。四、养护管理。六月雪耐旱、耐瘠薄、喜阴湿，但是不耐重肥。养好六月雪，关键是掌握好浇水施肥技术。春季六月雪生根萌枝，需水量较大，应多浇水，保持土壤湿润。夏季雨水多时，应注意排水。秋冬季节，六月雪生理活动减弱，所需水分也较少，一般2至4天浇一次透水就可以了。制作成型的盆景，在冬天施1至2次淡薄的有机肥水，其他季节最好不要施肥，更不能施重肥，否则新枝土长，叶片扩大，有损雅观。六月雪开花以后，新枝条萌发很快，必须及时的整枝、摘叶或抹芽，以免枝干凌乱、叶丛过密，妨碍整体线条显露。立冬以后，六月雪要搬回室内养护，不能受冻。您看，经过造型后的六月雪，树形纤巧，枝叶扶疏，夏日盛花，宛如白雪满树，玲珑清雅。它的枝干虬曲，悬根露爪，老态横生，实在是文雅高尚之士的最爱。贴梗海棠盆景的制作与养护。贴梗海棠又称贴梗木瓜、皱皮木瓜，是蔷薇科木瓜属落叶灌木。它的枝条开展，无毛，有刺，单叶互生，卵形至椭圆形，脱叶大，呈肾形或半圆形。花的颜色有朱红、粉红或白色，3至5朵促生于2年生老枝上，花期长3至4个月。果实卵形至球形，直径4至6厘米，黄色或黄绿色，有香味。9至10月是果实的成熟期。贴梗海棠喜光有一定耐寒能力，对土壤要求不严，但最适应排水良好的肥厚壤土，不耐积水。它主要分布在我国的陕西、甘肃、四川、贵州、云南、广东等省区，在我国园林中广泛引种栽培，也是制作观花盆景的重要材料。盆景的制作。一、上盆。贴梗海棠盆景适合选用长方形、椭圆形、正方形、圆形的紫砂陶盆或釉盆，悬崖式盆景宜选用铅筒盆。贴梗海棠对土质要求不严，微酸性或中性土都可以，
但最好是疏松肥沃、排水良好的腐叶土或田园土。上盆在春秋两季均可进行，栽植前要剪短粗根和长根，不要让根部盘曲盆中。栽后浇透水，放在庇阴处一至两周，然后再移到光照充足的地方进行养护。二、造型。贴梗海棠造型多采用棕丝攀扎，并结合修剪。攀扎一般在秋季进行，成品桩头每年补攀一次。贴梗海棠因为枝刺坚硬，操作时要先将针刺剪除，再进行攀扎。它的枝条容易折成三角状或从基部折断，所以攀扎时应把握好力度。贴梗海棠的造型多采用斜干式、曲干式或悬崖式，也可以攀成自然式桩头。树冠造型应剪除并若枝，使冠内中空，以利于通风透光。每年要对贴梗海棠修剪3至5次，使枝条求曲延伸。贴梗海棠的枝干和根系即使受到严重损伤，也能迅速恢复生长，可以在换盆或换土时对它提根，使盘曲的老根裸露在盆面，增加苍劲古朴的气韵。三、养护管理。贴梗海棠盆景平时应保持土壤湿润，防止盆中积水烂根。春夏生长季节盆土不能干燥，尤其在花期更要保证有充足的水分供应。冬季要施足基肥，以腐熟的丙肥、旧肥及骨粉最好。生长季节施肥应少而勤，不能过肥，否则容易发生病虫害。贴梗海棠喜光适合放在阳光充足、空气流通的场所，盛夏高温时要适当遮阴。花期过后，将开过花的枝条剪短，以促进分枝和花芽的形成，增加来年的开花数量。同时可疏除土壤枝、交叉枝和重叠枝。落叶后进行整形修剪，疏除病枯枝和衰老枝，以保持树形美观。每隔2至3年翻盆一次，在春季开花后和秋季都可以进行。翻盆时顺便修剪根系，并在盆底施入基肥。贴梗海棠的主要病害是锈病，防治方法是喷洒 0.5 波美度石硫合剂防治。它的主要虫害是蚜虫和刺蛾，防治方法是用1500至2000倍乐果稀释液喷杀。冬天用石硫合剂喷洒植株，可以防治枝干上着生的介壳虫。金蛋子盆景的制作与养护。金蛋子又称平兰花，属于柿树科柿树属半常绿或常绿灌木，枝条有刺，单叶互生，雄雌一株，花冠呈白色，形状像瓶子，有芳香。花期在4至5月，果实近球形，直径约2厘米，成熟时呈黄色。金蛋子在我国主要分布在浙江、湖北等地，上海、杭州、成都、重庆、广州等地的园林中栽培的也比较多。金蛋子比较耐阴，适合肥沃湿润的微酸性或中性土壤。它的萌芽能力很强，耐修剪造型。盆景的制作。一、取材。制作金蛋子盆景的桩材大多来自于挖掘的山野树桩，挖掘时间一般选在金蛋子进入休眠期，土壤未冻结之前，或初春化冻、树木尚未萌芽之前进行。应选择树干参骨奇特、球劲曲折、
符合一定创作利益的桩头。截断主根，多留侧根和须根。短截因造型需要的枝干，修去与造型无关的枝条，整理好根系后就可以上盆栽植了。二，上盆。金蛋子多用较浅的长方形紫砂盆，培养土可按以下比例混合配置：腐殖土两份，沙土两份，清壤土六份。三，造型。金蛋子主干造型多采用斜干式，如单斜干和双斜干，也可以因材利异，根据树桩自然形态因势利导。金蛋子的造型方法主要是修剪，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，但以果落后萌芽前时机最佳。金蛋子盆景以光果为主，一般果实生长在上年枝条第三个叶耶萌发的当年生新枝上，因此修剪时应保留基部三个芽枝，将顶梢剪去，以备萌发结果新枝，输出杂乱枝和过密枝，以保持树形。用金蛋子制作盆景，也可以结合换盆或翻盆逐次提根，进行根部造型，以表达悬根露爪的苍古姿态。四，养护管理。保持土壤湿润是养好金蛋子盆景的关键。